喂，你好，你怎么知道我电话呀？我也给的。我听说你五米之内一定要打电话交流，真的假的？哎，你别损我啊，我这不是刚买的手机新鲜吗？哎，你给我打电话什么事儿？你不会又要让我帮你抄稿子吧？其实我刚从你们那儿离开，想了想还是应该跟你说一下情况，那篇报告文学发不成了。